阿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三月初三，旧历的正月二十，礼拜三。好了，这个第一批牛津 A G 疫苗117,000剂，已经在早起的10:21，由大韩航空运到台湾的桃园机场。有关这个疫苗运到台湾后续的安排，疫情指挥中心有详细的说明。今天早上那首批的那是 A G 的疫苗那总共是11.7万剂，11万7千剂。那上午11:21，由韩国大韩航空的班机那抵达桃园机场，那完成通关程序后，那运送至指定的冷储物流中心。那本批疫苗是供应商承诺供应的一部分，那该疫苗也多剂型的包装，每瓶10人份。那需要存放在2到8度C， 好，那临床试验结果每人需要4打2剂。那这应该是这一剂前两天在那个 ACIP 就我们的预防接种组的讨论，两剂的间隔期间我们预计是要至少8周。另外，今日是增加3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分别是为加拿大、美国和波兰来入境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958例。